么你那种桃子啥嘛？你那桃子啥子嘞？红了桃切噻。哎，我不切。嘛？大树子就只有红了的嘛，还好个。嗯。这么大块家的。那你买这个干的，这都颜色的。这个玩意儿二十天是大餐，哥，这个呢？这个倒感觉这个小一点，这个倒感觉。哎呀，这个好用，哎，就这里吧，你给我带十个，你给扣了。看这个那个买好大的，好一盘了，我看到。哦，这个，这多大的？我看到过。你可好？这个干了哈，好安逸。现在我妈种南瓜种太多了，到处都是这里子的。我说你种南瓜都太多了，到处都是这儿有几个，还多那个桶呢。那个你也把它掏了，还有别的大点的，别的那背面关了，那不跑地下去了。那真的需要宝宝？那因为不是蛮吸不透，太小了。反正我也不掉，我也不说是装啥去夹，嘎。不随便转。哇塞，这是去年冬天了，哥。不是冬天，应该是秋。那个换了不应该朝着皮噻。哥，有白有没有？要好噻，才妈50块钱，有白有。这宽宽栗子都有宽宽，有一百斤，这宽宽只值50块钱。来，省一套，然后这个肉。
我怎么倒油从来没倒油。这是挺不多。怎么办？没有钱了。你让人家的婆婆买嘞，又如何？我看到你是光干事情的，那么经常煮菜买个，热巴好浓的。是啊，我也没得菜买，我都热了那个，说我你吃多健康的。今天工作可忙了。